吧！我听见人讲说，这妖精应有千倍，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，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。你怎么说出唯独望如来方便，把孙悟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，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放怪我看他看不上怪法之官，当何罪？我小心得都那怪说有些认得我。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伙。睁开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给你看看。我遣众兄弟一路试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难以忍候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一失明，锁不住他；一道孤，困不住他；以肉身之死，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，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